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UP 主的频道。这期视频呢是上期无限抽雪茄、无限刷金条的改进版。那么呢，这期视频的 UP 主发现可以一次啊获得两根金条，就是抽一根雪茄获得两根金条，还是很赚的、很爽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我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首先你可以看到我的每日任务只完成了6个，再完成一个呢，我就可以获得1.5根的金条，然后再抽一根烟呢，我就可以获得0.5根的金条。那么呢，实际上我再抽一根烟呢，就可以同时完成这两项啊挑战。那么呢，我就可以获得1.5加0.5，也就是2根金条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有221根金条，然后呢，再来确认一下每日挑战啊。对的，没错，1/7的状态，然后烟呢只抽了4根。当你抽完第4根了之后呢，打开快速加入啊，故事任务待命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打开表情啊，抽雪茄按的不放，按歪按的不放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它就会转到一个界面，稍等一下。好，就是在这个界面啊，你就可以松手了。松手之后呢，它还会再转到另外一个界面。哎，就是在这个界面，赶紧打开菜单设定、网络设定，然后断网。每个平台的断网方式都是不一样的，你甚至可以直接拔网线更方便，对不对？接着再重新上线回到游戏啊，回到游戏了之后，它会提示与二楼线的连线已中断啊，这个直接点击继续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再重新上线回到地图。回到地图上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金条呢多了2根啊，现在是223根金条，是不是很爽？然后呢，我们来确认一下每日任务。对的，没错啊，这个还是1/7的状态，抽烟呢还是1/5的状态。那么呢，我们还可以再刷一次，就重复上述的操作就行了。那么呢，整个流程呢，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，毕竟上个视频大家已经看到过了。那么呢，这次呢，我们就可以一次啊刷2根金条，抽一根烟，2根金条还是很快的，对吧？那么呢，接下来再放2段实况给大家看一下。
好的，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，获取最新的《荒野大镖客二：线上攻略》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